那么下面呢，也是一个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一个调理啊。这个人呢，就是经常晚上应酬啊，他是一个部门的这个领导，所以呢，经常晚上要出去应酬啊，所以晚上呢多吃的比较多啊，而且吃的这个食物呢肥甘厚味比较多啊。这个人刚40多岁啊，查的时候呢45岁。啊，查的时候血脂、血糖、血压都已经高了啊，而且呢，头发脱落、烦躁、上热下寒嘛，头发脱落上，这个烦躁，睡眠也比较大，大便呢黏腻，啊，舌红苔黄，苔中和根呢厚腻啊，尺脉特别弱，寸脉呢，这个关脉呢，寸脉弱，啊，关脉和这个尺脉呢比较滑啊，那么这个人呢，在这个痰湿体质的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呢，有一次出差，就是 喝酒的过程当中，突然就出现了心前区的疼痛、憋闷啊、口唇青紫啊、出汗啊这样的症状，